不妥怎么长得好恐怖哦，他比我还要秃嘞。韩国瑜的韩小瑜，终于了解为什么我妇女比较少。不是，进入我团队的都是这个造型，头发太多没办法进我团队。秃头怎么长得好恐怖哦，他比我还要秃。那你这个相似度怎么样？起码有80%吧。起码有80%。哦，他真的模仿技术非常高，他的化妆师也很厉害。